三岁之内。对。肉渣，好，取水的肉渣，3岁之内。对，可以了。一般都要用水。再用水去冲它。它是不是把残余的肉渣冲出来？金色的，这都是什么肉渣了？下水很清澈。出来的时候清澈。我们下锅吧。我们专门挑那个3岁以下小羔羊的肉。只挑肩胛骨的部分。每一片肉都是瘦肉，每一片肉都是瘦肉，比外面一般成本要贵3倍。你要稍等我一下哈，没关系。要调整再跟我讲。快点！恐怕连拉的是这个动作了，这个动作哈、哦，冷却完再煮啊，它比较不会烂，比较不会骨肉分离。好，放锅了。洗两次。
这个做蘸酱用的，它增香香味。那你四个不辣的。下一个，我再跟那样子。哦，等等，这过不快。Thank you.
么叫零的吗？没有，我看不是付了90块钱在。哦，加点的吗？对，加点要算。对，是是。有些要跟他礼拜一样，是不？